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这款巴拉特啊。那听说这款游戏很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疯狂，很像是扑克牌的肉鸽。不管如何，我们就直接上吧。那我们在 Steam 上面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下载到了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开始游戏，看看这个游戏到底在做些什么。哦呦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金宝，让我来帮你了解游玩的方式吧。你的目标是赚取筹码来击败对手的盲注。这里是小盲注，你只需要获得300筹码就可以击败他啊。我有点不是很懂。然后呢，选择小盲注开始这一回合，选择加一回合，抵住出牌弃牌啊。然后赚到筹码全靠打出的手牌，每次打出手牌都能赚取基本筹码。打出手牌赚取基本筹码，然后再透过倍数加成，然后呢，前往比赛资讯的区块，比赛资讯查看你的牌型，以及看我现在还看不是很懂哎，比赛资讯手牌啊，等级一，同花顺，四条就铁芝麻、葫芦、同花顺子，三对就是三个一样的卡片，两对。然后两队跟队子、哦、不一样，高牌不属于任何一种，只有最高点数可以计入积分。OK， 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哦，这可以升级吗？好像不行。然后盲注，目前回合下一回合大盲注，钩子每次丢出牌随机丢弃两张手牌。礼券，巴拉头 Steam 吗？哎，对 Steam。然后要钱，卡牌卡也可以赚取筹码，将滑鼠移到牌卡可以查看。将10筹码。加十加九加九加七加五加二，好，然后呢？现在最多选择五张牌，并按下出牌。选择五张牌，那就没有三对，对不对？没有三个顺子这种东西、哦、我要选择五张牌，那就只有好。我现在是加九加九。筹码，哎，56，哦，他只算前面两张。你也可以选择弃牌，最多选定五张牌来创造更好的手牌。啊，所以我可以选择我不要的手牌，六七八，哇靠 ，JJ， 所以我可以继续直接出下一张就对了。那我可以，我也没得出啊。先随便好看一下，靠北，他是叫我弃牌，干，我刚没看到。然后呢，请小心，每回合出牌跟弃牌皆有上限，呵。然后再使用所有四数手牌阵赚取300筹码，祝你赢了。简单的说就是加7筹码。那我这个的话，对子等于是10×2，我有点看不懂他的筹码的意思，这是单张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六七八九十。啊，刚十一，所以我也可以选择弃牌。哦，我可以，我要超过300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好，88 KK， 所以我可以简单的说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出两对20×2，所以这样是加70分吗？可是我筹码看一下，这是加40分吗？加十。加十八，加八哦，你对子的筹码也会影响，好、哦，哈，我一定要出五张牌吗？我可以不出，我也可以只出四张牌，因为等于是另类的弃牌嘛，对不对？他会帮我补满吗？会补满，然后呢，可以这样子出吗？这是顺子嘛，对不对？那就顺子的话是多少？30×4，120，然后再加上11、10、10、10、40、51等于是81×4。我要先搞懂它的规则，我挺不懂的。然后加十，哦，这基本分数，然后再加上牌的分数乘以4，所以有300多。直接 ，OK， 等于是我赢了嘛，对不对？赢了小盲注，分数达到300分，兑现3块钱啊！
哇，三块钱可以干嘛 ？Shop， 很棒！你现在有一些现金，前往商店买一些新卡牌吧。哈，试试买这张帅气的小丑卡牌，这张卡片要两块钱，倍数加四。哇，这是全新的规则哎！这是一个150张卡片中的其中一张，可以加到比赛的小彩。每一张小丑牌都有不一样的功能。好，你这张可以加四的倍数到你打出的每一张牌，加四倍。挑剔一点，你一次只能带五张小丑牌。然后呢，现在从卡牌再买一张牌。可是我刚刚已经哦，好，给我两块钱。未发现，加强两张牌，所选的卡牌至倍数牌。看，完全看不懂，怎么又是倍数牌呢？这张塔罗牌是消耗牌，可以加强您打出的牌。好，大家看看是什么东西啊？皇后，一次最多携带两张消耗牌。如果你有足够的积蓄，可以购买礼券。礼券可以帮助你升级比赛。未发现要十块钱，都没钱了。每回合永久增加一次出牌，所以我可以变四次出牌。OK， 礼券会在你击败 BOSS 盲注时重新上架。这个什么？抽卡。快看看两个扩充礼包，商店卖的扩充包，每次商店都会有贩售，扩充礼包里面都会好康。三个游戏中游戏牌中选一张到你的牌组，最多三张塔罗牌。好，玩的就知道，继续。然后呢，我们进入下一个回合，接下来是什么？选择大盲注将赚到现金啊，不就一样吗？好，你也可以跳过取得标签，每个标签都有独特的效果啊。跳过，如果玩跳过会怎样？本局每一场使用未使用的弃牌效果可以获到一块钱，我现在可以获得两块钱。哦，等于说我现在好，先继续玩。450点七七，好，20嘛，所以加10加10加3加3 26 28等于是48乘以2，它可以啊，这个不算啊，这个啊，加四倍数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是等于是有点像魔法卡、陷阱卡的概念吧？我刚刚那个跳过是跳过教程哦，靠腰，倍数加四，所以我现在276分了。我要干嘛？这是梅花黑桃哦，几百年没打牌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可以选择弃牌嘛，对不对？2456，那我干脆。其实给我一个3就好了，可是他好像打死不给我，我们就弃一个这个干，好吧？5加强两张所选的牌至倍数牌，我等一下再选，等一下有这个再选啊！我很像快懂了啊！那这样的话我就挺衰的，我剩两次出牌机会，我要超过450，然后他怎么给我加？为什么可以加100多分？我是不是不能执着678？这个是没东西嘛？这只是一般高牌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一般高牌，高牌的话是基础是5点，然后乘以1，好像挺糟的耶。干脆直接全弃好了，换一张77 KK， 然后随便配一张820，我当然等于10 10 20 34。34 54，然后倍数加4，所以我看不是很懂。10 10 54，哦，它的倍数是这里哦，哦，它是直接倍数乘4哦，哦，啊，有这张卡不就轻松了吗？加一次剩余出牌次数，哦，我越少牌，我400等于四块钱，这个等于一块，出的越少。赢得越多，加5块，然后我又可以买牌了。最多可以指定3张牌是红心，我只有7块钱嘛。那我们5张牌使用一张，并马上使用，升级两队加1倍数跟20筹码哦。啊，先购买，啊，先购买，没有空啊，我只能用2张，我刚才没得用，我剩4块钱。行星牌干嘛？升级葫芦倍数加2，筹码加25。升级同花顺，升级对子，先用对子好了。感觉我对子很常用。哦，等一下，
这该不会是升级吧？哎，有哎，我的队子是等级二哎，我的队子现在比两队还高哎。等一下，可是两队本来就有两张卡片，嗯，那我这里没钱了，那我们就是下一个回合。哦，这等于是一直打下去吗？钩子提高抵住，提高所有盲注和重新盲注。嗯，好，好吧，我有四次机会，第三回合，那抵住是什么？啊，背景完全不一样了。那我要干嘛？四四五六，好，这些都不要，我就赌上面的。这样的话倍数乘四嘛，四加四，哦，转化为红心。等一下，那我干脆选择塔罗牌使用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。那我干脆最多可以转三张嘛，可是我只需要一张就好了。哦，好烦哦。那我先这样子，先给他出掉，我们等一下再转过来吧。先给他出掉。哎、欸，每次出靠呗，他把我的牌给弄爆了。然后是，我可以转化成红心了，可是看这个情况，哇，他会把我的牌弄掉哎、欸。好啦，那就先出这个。那我可以三张红心，其实我好像不需要那么多张，我试试看好了。他会帮我把这张变红心，就没了哦。这等于是消耗牌。我有同花四倍，好，对，完全还不懂现在发生什么事，快要搞懂了。他的出牌，反正你没有什么对手，你的对手是要超过这个而已。对，528，一局就。哦，有这个卡片就很好用啊！分数达到600，五块钱，然后我还有两次出牌，所以他给我7块钱。那我们7块又到下一回合，我还买不起这个、欸。每次打出方块的花色，得分时乘以 1.5 倍，这个是红色嘛，对不对？刚刚有人说。然后呢，若连续打出没有人头的牌，倍数加一，目前会加0倍。哦，这是小丑卡。然后这是盲盒，每回合永久增加一次弃牌，这个还不错，对吧？三张、四张，三张牌未发现，游戏牌，我试试看，看看这什么东西。嗯，已经懂了，这个是什么？黑桃六加六筹码，在这个回合结束，如果这张牌还在手上时，金钱加三，就等于是不要被他弄掉就好了。然后呢，黑桃九。干嘛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有什么差吗？加11筹码，额外加3筹码，这个是比较容易赢嘛？这个是游戏外比较多钱嘛？对不对？看看能干嘛？ 3， 然后我没钱，捡4牌，我等于是有两张黑桃六，每回合弃牌是不是？哦，挺酷的这游戏，3块钱，好走吧。那、啊、接下来干嘛？他就无限轮下去吗？他没有结束的一天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没哦，分数变高，所以是打到我输是不是、啊？轨道标签升级四条，三个等级。如果我跳过的话，哦，等于是，哦，我可以直接打下一关就对，这等于是一关一关一关，然后大 boss。然后这关是谁啊？如果我跳过的话，会获得魔力标签，获得一个超级奥秘礼包。所以我这个等于是要一次1200分，可是我就没有那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没有那个商店可以买的。4444434，哎，没有那个，有点可惜。加强两张所选的卡牌之倍数，那就，哎、欸，哦，我可以，哦，等一下再用啊，好，走吧，嗯，哦，可以三张四，也可以同花，不是不同花，顺子八四百四，所以我要在四次之内冲到1200，然后有对子，所以我可以选择这样，然后这个是怎样？
它会加四吗？哦，加四的倍数，不知道它四的倍数是什么。通常28嘛，然后看看这四是怎样，加四哦，真的是加四的倍数哎，然后这里也加四的倍数，哦哦，1100多，所以这样其实挺亏的，差一点点，我可以省1块钱，虽然说能赢。但是，反正我也不用存钱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需要存钱，反正我也不要存卡，那卡片下一局就没了，这应该是稳的。哇，这小丑太好用了吧，370，1200，4块钱，然后我出牌一次5块钱，那早晚会输的吧，对不对？兑现5块。如果你打出的牌子包含顺子，哦，这是小丑，重骰的话要5块钱。看手牌中每张持有人头牌的几率，每张持有人头牌就有1/2给予1块钱。哦，8块、6块，然后游戏牌。好吧，看一下你给我什么。哦，游戏牌的意思是这里的游戏牌。可是也要抽到才用，不然没有用。梅花 K 金色风蜡章，打出这张牌，此牌计分获得3块钱。哦，我只要打出这张牌，筹码加10，倍数乘以2，拥有1/4的几率，拥有1/4的几率摧毁牌卡，筹码加4，重新触发这一次牌。额外加30，嗨，好，那就你吧。啊，游戏名啊，标题，对对对，巴拉头，所以我没钱了嘛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打的是1600分，然后是5块钱，提高底注，我也不能提高底注啊。啊，这个底注的意思是我有8回合要打，是不是？4、4、11、11。1600分，我们看看我第一局可以到什么时候？4倍，480分。哦，我在想要气吗？哎、欸，得分无筹码，不触发啊？这什么卡？这是啊，他的能力，所有方块卡都不能够计分。哇，但有用吗？试试看喽。这个就不计分，然后又不计分，可是我可以打出去，加8，200多，哦，好亏哦，哎，不是200多，400多，哇，我剩2次机会哎，可是其实我可以弃牌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弃牌，反正弃牌也不影响我的那个，除非我有那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弃牌流，所以假设我今天有给小一下哦，我就故意留这两张，看看你会给我什么，有没有机会更好？有一张 K， 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顺子啊，对吧？好，这个丢掉 ，K 一，5、6、7、8，或是90，哎，不行，看这给得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丢，看一下能不能给我好一点，3，哦，挺糟的呢，对吧？这 KK 是可以打出去啊，但是剩2次嘛，再一次，不然就玩到输看看，不然这哦5，干没有7，能不能给我一个12？90、11、12、13，哦，5、6、7，啊没有7，好再看，我可以哦有了，哦。哦，他弃的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哦，哦，弃的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
所以说没有十二，七八九十十一，我可以打出一个倍率加十二的，可以吗？应该过了吧？加四，再加十二，一千多哦，哦，两千一百多分。反正弃牌无限嘛，可是你弃牌之后，你的牌就不会再出现。然后这个我还是没看他的能力，忘记了。哇，这个游戏，这算是一个人的打牌吗？每张打出计分牌可以永久加四筹码，筹码计分牌，我的四条未计分可以计出。每卖出一张卡牌，使小丑获得 0.5 倍数，每战胜 BOSS 盲注时变成1倍数。这也是小丑卡，这也是小丑卡。我有6块钱，商店内未出现。然后是幻灵牌、行星牌，啊，算了，先玩一下。感觉小丑就是被动技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罕见，这是稀有，可是要9块钱。好，走吧。2800分，获得一个免费的幻灵礼包。算了，我们先上吧。我刚挺喜欢打对子，对吧？六七八九十，哦，它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张，它的计分牌是什么意思？永久加四。加四，加四，哦，这一回合加四，就是这一局永远之后会都会加四，是不是？这么香，哇靠，危险了，有拿到，这个是葫芦，可是我葫芦挺亏的，等一下的话，真的耶，他的强化就给他到这里了。完整剩下哦，旁边还显示给你看。哇，这个游戏好像挺……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话，又想玩牌，感觉好像真的蛮好玩的呢。然后我们这张卡的话是应该没有坏掉吧？哦，没坏掉，还加3块钱。哦哦，所以我现在 K 就多一张是。好，我的 K 有多一张梅花 K 是不是？十二。哦，七八九十，我要超过2800嘛，我还剩两次出牌次数，哇！你这叫我，可是挺糟的呢，对吧？挺糟的呢，七八九十，好啦，赌赌看。能不能给我一些？能吗？好丢，有啊！刚刚东哥才在这里PO，欸，挺糟的，挺糟的。欸，我刚刚有稍微算了一下，这个22只加2筹码而已，这个能赢吗？我总觉得稳输。他还会再加强吗？红星 J， 试一下。嗯，十一、十四倍数加四，哦，他是倍数牌啊，我又记错了。加十，600多分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剩一次。然后 E 现在给我这个葫芦，我剩下弃牌。等于是说，等一下我还是要看 Q， 我的 Q 已经出来了嘛，所以它不会显示在这里。我期待什么呢？我也没有2了，我的一，然后9的话，我想要出葫芦，我的9还有一张还没出，我的5的话也剩一张还没出。我的3的话也剩一张还没出，挺硬的。
我的 Q， 我可以看这里吗？我还没有看那么快，那就好吧，丢丢看。实习啊，差一点，哇，什么都没有，有没有童话？有哎、欸，哦，有童话哎、欸，哇，我完全忘记童话这个东西了。方块这里还没有搞我，活得下去吗？我要直接900分哎、欸， 900分倍率再加4，有没有机会上？好像不是很够呢，12800，哇！哎哎哎！哦呦呦呦呦，熬过去，熬过去。好吧，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挺赞的，真的，真的是挺赞的。每一个剩余的弃牌都可以加40筹码。哦，我是不是卡片好像选的不是很好？每一次打出的牌都会计分，副片小丑栏位加1。那我要什么卡？我完全不知道我要什么卡。三张塔罗牌中选一张，五张行星牌中选一张。好了，先选你。这是什么？如果你一个人想要打扑克牌的话，这个游戏我觉得好像挺赞的哦。行星牌是升级我们的比赛这里用的吧？升级我们这里用的吧？目前等级未发现。水星升级对子，升级葫芦，升级四条。我刚选的升级四条，可是我根本没有拿到四条，我整个就亏烂。所以真的要的话，我应该是升级对子吧？我还可以选择跳过哎、欸，鼠袋副片又是什么？完全不懂。好，我们的对子升级了，然后呢，我剩一块钱，没钱了。好，走吧。哎，佳琪，哦，这个游戏挺赞的，真的。哎，11、12KK。可是这个对子只是对子，我要的很像是两对，两对好像对我比较赞。但是呢，现在比起来，可是我的对子又只能够出一次，我只能够顺便当做弃牌用，我就这边弃掉，出牌，这样可以吧？顺便弃牌，二停产，好加8，好。544分，这要4200分、啊。他能力是什么？欸，他没有能力。唉，我怎么觉得我的 J 这个牌子太小，我宁愿不要，看看会怎样。你说要睡觉，开直播睡覺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是 mod， 那个 VOD 啊 ，VOD VOD。嗯，我觉得这一局应该凉的呢。对啊，11、11、11，葫芦，12、10、11、12、3，我还没得用呢。这是三条，三条只有乘3。没有办法给我一个葫芦吗？好啦，随便随便，直接啊，没了没了没了啊！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局，哎，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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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4200应该上不去了吧？这还上得去吗？15 IMJ， 早安早安。90、11、12，哦哦，你给我一个10，我这里有10吗？我有3张10，每次打出计分牌，每次打出顺子，给我一个顺子应该就活下来了。你的耳机送蓝牙耳机吗？我想蓝牙耳机通话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声音降下来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基本上没有用耳机，对吧、啊？开直播的时候，我都是直接用麦克风放出来，不然的话，那个画面太那个了，对吧、啊？那个声音太
我不是很喜欢戴耳机啊，对，我不是很喜欢戴耳机，对吧？蓝牙耳机的话，我反而只有在外面会用，对，我反而没有办法跟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呢、欸，书呆。九十十一十二顺子倍率加十二，有啦，上，对吧？我只有在看动漫的时候会，可是我只用它的听音功能。你看看你有没有设定到降噪吧？如果你有设定到降噪的话，或许就被我也是这个想法。老实说，我没遇过这个功能。3800多，欸，我没了呢。啊，刚刚是最后一局了，是不是？感觉我们更适合玩 Go Fish。Go Fish 是什么？最好的一手就是刚刚玩1000级，转的最多一局都是对子，打出的手牌、丢弃的手牌、一拳勾的手牌，重骰的次数，发现种子。种子是什么意思？主选单。哇，这个挺赞的呢，所以我可以。哦，还有三个进度给你用啊。收藏的话是 OK， 那如果我开始游戏的话，挑战至少五组不同的牌组赢得一次比赛，解锁挑战模式，然后我还可以。哦，这只是外观而已吧，是吗？种子比赛，哦，等于是我可以再玩一次之前的那个牌型就对了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子哦。虽然说它是肉鸽，但是我们可以再挑战一次。哇，这个游戏也太，好像真的挺毒的，好像真的挺毒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再一局就好了，至少我觉得我这个速度应该会快一些些。输赢先不重要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样子的话。先弃牌，哎，有了，七七七，十一十一十一，好，直接先上，所以我要最快速的方式，最少的手牌直接冲到三百分，八四三十二，有直接赚三块钱，然后直接赚六块钱，对对对，我这样一局可以玩超久，真的假的？转换至黑桃。这个是塔罗牌嘛，很容易就会消失。加一消耗牌的狼位，所以我都没有用到消耗牌。行星牌是可以升级，游戏牌是我的这个牌组会变强。然后是，好了，先来一下。葫芦四条，两对。这个是挺好用的，可是我觉得扑克牌好像比较重要，小丑啊。然后是升级至黑桃，这个塔罗牌好像挺糟的。对啊，再来四块万能花色，挺好用的，可是花色也只有同花顺。跟同花的时候会用到，好，走吧，重骰 ，boss 盲注，走，那又什么意思？我该不要连赢八局吧？一一五五，二，等于是三十二，三十四乘三，一百多，然后又有对子。哦，对，我现在两队是等级变强了嘛，对不对？两队是等级变强了，走吧。可是这样等于是我花一块钱，216。哦，六七八九十，顺，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。六七两百八，哇！我刚刚的那个十小丑挺好的呢，那现在不给我小丑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感谢我们的 Alex 不加之恩，感谢我们的 Alex 不加之恩，不加之恩。游戏牌标准礼包幻灵牌，我选了它就不能了，升级三条。
购买和使用。我也可以不使用，是不是？哇，突然觉得它的材料有点少，它给我的东西挺少的。好，可是这个又不能像小丑牌那么好用，直接放在这里。感谢我们的 Alex。幻灵牌不错，我等一下来看看幻灵牌是什么。接下来是600分。哦，又是不计分，黑桃卡片不计分。33。换一个。90、11、12。黑桃。9。6。好，再试一次。有了。10、11、12、13、1。顺子。猪牌。幻灵牌有机会拿到小。幻灵牌是随机就对了。全部都随机。这一关有5块钱。啊。可惜。200多。然后呢？哇，这个对子挺亏的。如果要的话，我要求一个6，求一个8，是不是有点奢华？好，可以了。哇！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还有了，哇，这个等于是也是包含黑桃就对了，哇，刚好啊，我是刚刚是不是有同花的可能？这一次两张牌不能用，哇，有点小亏，有点小亏，艾恩瑞，艾丹丹，谢谢丹丹丹的17个月，哇，又少1块钱。我过了啦，4455，随便放了。这个不过也难啊，好亏哦。哦，我懂这个游戏了，好像真的是挺猛的。没想到一个人打扑克牌可以这么的这么的可爱，多赚1块钱，6块钱。哦，哇！给我的小丑就这样没了，抵住减一，每回合出牌次数减一。哈？黑桃，行星牌，行星牌，盲注后，右边的小丑牌永久增加其卖出价格2倍，至目前的倍数，可以指定。好像挺，这一局好像挺糟的耶。对啊，4，好，又是升级对子，升级葫芦，升级头花。哦，对子在升级有用吗？我好想要小丑卡、哦。刚刚那个成语4很香哎，怎么变扑克牌了？啊，这个游戏好像挺不错的。以盲注击败 BOSS， 盲注以后获得15块。你又是谁啊？是吧？获得一个，所以其实我可以不用玩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跳过了，然后我可以再跳过，幻灵礼包，哦，2张幻灵，哇，啊，摧毁1张手牌，再新增3张，随机加强人头牌到手中，随机加强4张。随机摧毁1张，那就摧啊！他给我摧3张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挺香的。然后啊，这是 BOSS， 这是 BOSS， 这是 BOSS，OK，、okay， 好，走吧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是1600块，哇！可是刚刚给我的都没有用，可以转换3张变黑桃。5678，哦，故意哦，这个游戏是故意的吧？4567899断4，哇，这种烦人的东西啊！好了，我可不可以重新洗牌啊？哦，好烦哦，
不然就是，好，哦，这可以卖出，不然就，好了，使用。我这样的话会少掉黑桃 A 吗？不会，我的黑桃 A 还在场上。同花，十一、十、十八、七，才324。有 K， 额外30点筹码，3456，哇，这根本就故意的。顺便把一张出掉，可是他人头哎、欸，有点蠢，好想赌个二或是那个，哇，哦，降低等级，这个 boss 会不会太强？一，好吧，好吧，同花，哇，不可能欸，这一局没了欸，真的，这一局。这一局，好像没了呢。他直接降一，降20，我的等级变回来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牌，只有100。哇，干这个游戏，好啦，我觉得是挺开的啦，觉得是挺，挺奇妙的，而且你也没有游戏外等级，你就是要把它盯上去。我刚刚可能是跳了两关，少选了小丑，哦，那小丑好重要，有没有选小丑感觉差超多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巴拉托的开箱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。如果还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在这边个赞？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3、2、1啊，拜拜。